我不知道一见钟情是什么意思，我只记得第一眼见到你，我恍恍惚惚进入你的世界。他叫钱玉明，国中是得过民族舞蹈冠军。我国中也得过作文比赛冠军。舞蹈跟作文有关系吗？我们都是冠军。怎么样，要帮你介绍吗？我不是那种容易跟人亲近的人。不知道我们这个荣幸能邀请你成我的舞伴，你知道我平时就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人。我现在才知道你风度翩翩。你对我是认真的吗？这是在求婚吗？真实的说，美好的事情都是过去的事情。别跪了，吃饭了。子涵，我们教室的学生人数好少哦。会越来越好了。这是我们新的国标舞教室。这金光有多久？你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你在说什么？说的都是犯罪。三个小时之前，我老公走了。从病人身上切下来的截肢或者是器官，我们医院是没有理由去占有的。我只是想要回我先生的腿。你先生在送进开刀房之前，你已经勾了不领回了。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后悔吗？告别是什么时候？他觉得这辈子把你拖累得很惨。子涵怎么会那么笨呢？我记得我的后悔，也记得你的眼泪。我只是想再默默为你做一件事。